钢琴神童郎朗与巩新亮的恋情在圈中已经不是秘密了，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并于2011年9月10月份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，加在一起两人已经地下交往四年。近年来他们的恋情发展得比较顺利，从去年开始被多次拍到密会亲昵互动，正式情侣关系。此新闻一时传得沸沸扬扬，化身四起，但两人却从未公开承认。郎朗和其父母无视同回酒店的图片视频，坚决否认与巩新亮之间的关系，而巩新亮之后表示仰慕郎朗才华，虽对恋情出面否认，但给人以有苦难言之感。之后两人形同陌路，再无交集。近日据知情人爆料称，两人其实一直在一起，虽然恋情稳定，但是郎朗父母却始终不肯认同，恋情屡屡告急，却难舍难分。从去年恋情被撞破之